各位亲爱的嘉宾，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超级生命密码爱与感恩的惊喜分享会。我是金佑，今天是第一次主持分享会，那很开心天元文化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服务。今天来了许多的新朋友，对不对？那我要跟你们说声恭喜您，因为呢，此时此刻开始，你已经受到天地的祝福了。这一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能量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它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它有取之不尽、掏之不绝的宝藏，只要你敞开心胸。不论你任何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透过这本书找到你想要的答案。那前提是如法实修。这本书在短短的时间已经让很多很多的人得到生命的改变。那首先呢，我要介绍的他也是第一次把他的故事分享出来。那他的另外一半走得很急促，来不及道别离，所以呢心里头一直有一个放不下。那透过超级生命密码，很快速的他身心灵得到了一个满足，得到了一个改善。那我们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以如。全球超马家人晚上好，我是以如。在去年的10月15日那一天，我们是用走的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的结果说要办住院，住院的时候检查出来是肝癌末期，但是他的体重、他的精神、他的气色完全看不出来说是癌症末期，来医院看他的朋友也都不相信，但是医生一直要我们用标靶新药，那种标靶新药的话，一个月要药费要20万到30万。结果我就跟医生讲，健保可不可以申请一下来？他跟我讲，因为我老公的白蛋白指数不符合健保的申请，所以说没有办法用健保申请，只能用自费。那我跟他医生讲说，我没有这个钱，医生就很不高兴，就是用普通的药帮我们治疗。结果我看了那种状况，我就很不忍心让我老公在那边受苦，那我就想说还是把他办出院好了，我们就出院回家。回家的时候他的状况还算 OK 的，但是在突然间有一天他觉得很不舒服，我就带他到星光医院医生的在外面开的诊所，我去那边顺便把他的出院的时候医生开的药都带过去。带过去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讲，为什么会少一种药？我说少一种药为什么？他说那个药是抗肝癌的药，为什么医生没有给你们？只是给你们的药很普通，根本就一点效果都没有的药。我说哈，就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是不是再回到医院去找那个医生要？我说出院他都不给我了，我回去要他会给我吗？我说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用标靶新药，我说我不要。隔了两天我老公就觉得不舒服，我们就去台大挂急诊。挂急诊的时候医生就开始给他做密集的检查，到晚上7点多的时候，医生跟我讲，你要不要急救，要不要七千？我一听了我头皮都发麻了，我为什么会这种状况这么快？我就问医生，那气切下去能熬多少时间？他跟我讲3到5天。我说那就不用了。为什么突然间会这样？10月15号到12月2号，不到2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就变成这样子。那时候我一直跟他讲，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结果他通通没有讲。我心好痛，真的好痛好痛。
一直走不出来，他走了我反而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那时候他的后事完全由我女儿全权处理了，因为我完全就是 脑袋瓜一阵空白，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就跟掉了魂的人似的，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我那时候只能把自己用镇定剂两颗，头痛药两颗硬吃下去，睡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就醒了。那时候真的我好痛好痛，我那时候想说算了，他走了我也不要活了，我有这个念头。我妹妹知道了，我妹妹就把我留在她家，叫我说不可以，一定要熬下去撑过去。住我妹妹家那段时间，我在今年的3月20号我回三重去拿东西，下午我在捷运站碰到了一个小姐，她拿千年之约给我，结果我说我看过了，我说感恩四句记我也会背，结果她说那你等一下我拿超码给你。我哈，觉得我一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这本书是我去年就想找的书，是因为我老公生病所以我把它忘记。我说你要送我，他说对，你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看。拿了那本书我就好高兴的放包包里面，也忘了请教人家姓名，就把书装到包包里面跑回我妹妹家。跑回去我就每天抓时间看里面的心法，爱与感恩跟太阳心法全部被背起来了，因为我明年就要满65岁了，所以我背得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想说我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说不定这本书能救我。在6月18号的时候，我又碰到在永安捷运站碰到了蠢蠢，就是蠢蠢又要拿书给我，我说我都会背了，哎，我心法爱与感恩跟太阳心法我都会背的，我有时候做心法的时候我还有感应。他真的，哦，他说那你要不要上老师的那个7月15号台北的演讲。我说我想去，哎，我说我4月那时候就想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络。啊，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你找我，我跟你加 LINE。 他就跟我加了手机的 LINE， 拿到他的 LINE， 他就会把一些讯息给我，并且把老师的音档啊什么都给我。我每天就是晚上没事就早赶快练心法，就听音档。那段时间我的心虽然是平静了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抹掉失去老公的那个痛。后来在老师演讲完了有签书会，我就跟老师讲，老师我要跟你一对一咨询，我心中有万般的结打不开。其实老师就说你先去坐着，我待会不用讲，我现在没有一对一的。我那时候就很失望。再后来老师在上共修课，上完课他又签书会，我说老师我真的要跟你一对一咨询，我心里好苦。其实老师说我没有一对一咨询了，你去上读书会，就丢了这么一句话给我。好，我那时候下定决心说好，我去上读书会，我只要哪边有读书会我就去上，网络共修我也上。后来慢慢的他们讲要发书，我说好，我也去发书。就这样子我把自己调整过来了，因为心法中有教我们要转念，人走了是他的福气，我不能说把自己也留在那块地方上，我必须要自己向前冲，我要打破这个关卡。所以自从我碰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以后，我听了老师的话上了读书会，我现在不会再那么痛了，我心完全抚平了。以前他们都笑我说是苦瓜脸，我现在是一个幸福的脸，不是苦瓜脸的。在此我要很感恩3月20号在捷运站送我超码书的那位小姐，我真的忘记他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在此特别的感恩他，让我走进超码。我还要谢谢蠢蠢，不是且蠢蠢这么用心的接引我，我也不会进来这里，我也永远走不出失去老公的那个痛。我现在在此感恩蠢蠢，
感恩天，感恩地，感恩宇宙，感恩太阳神的导师。这是以上我以如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以如的分享，啊，一个心中的扣，扣过《超级生命密码》这么一本书，就解决了他心里头那个阴霾，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人透过这本书改善了他心里头那一块不圆满的那一块。那他刚刚提到了读书会，我们台北教室这边最幸福了，我们台北教室从周一到礼拜天都有读书会，只要您时间许可的话，欢迎您来。接下来呢，要请我们第二位的分享者。我们的第二位分享者，他来自基隆，他因为孩子的关系，所以呢，他透过超级生命密码，让整个境都翻转了。那至于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请他本人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欢迎秋贤。亲爱的导师，还有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晚安。我是来自基隆的秋贤，我感恩主持人金佑的再次邀约，让我有机会再次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遇到超马之后我的改变，还有我跟亲子之间的那个互动关系的改变。我儿子从小呢就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障碍，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很辛苦，跟同侪之间呢也有经常冲突不断，所以那时候老师都会经常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孩子在学校经常打同学，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导致他的学习都明显的落后。那他又是一个非常自尊心很强的小孩，所以他不太会用言语去表达，所以他就动手打同学这样，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非常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经常不是工作就是家里，不然的话就是学校，就这样子一直来回的三个地方一直奔波，一直在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在这段期间我也带他去看过医生，我儿子今年25岁，那那个时候不是很盛行那种心理的那种咨询，对。然后我有带他去一个文教基金会去做了一个测试，那那个测试的老师说这个孩子呢他是属于左右脑不平衡，然后他是属于比较晚熟的孩子，所以呢过一段时间等他长大状况就会比较改善。所以那时候呢我们也很天真的以为可能就是这样，那我们也殷殷的期盼，就希望他一直改变。那在这其中呢我就不断的一直去学佛，然后念经，念咒，参加法会，可是呢这个状况呢依然没有改变。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也去某一个团体里面参加那个团体的活动，想说可能是不是我的教育出现了问题，然后不是说父母亲就是孩子的魔吗？所以我想说那可能我就是要做改变才能够改变小孩，所以那时候我也很用心的去学习，可这个状况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变。直到小孩子到当兵的时候，因为他高中之后就没有让他再就学，所以他就请他去当兵。当兵第8个月吧，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情绪失控到去捶墙壁，去嚎啕大哭，然后整身瘫软在地上这样。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形，我非常的害怕。我想说这个小孩子到底怎么了？是卡到音吗？然后呢，也请部队里面的长官来了解。结果也不是。好，那我们也是想说是不是一时的情绪失控，哦，没有关系，那我们就静观其变这样子，就慢慢的想说循循善诱，看能不能就让他状况变好。他今年25岁嘛，那他18岁当兵到现在差不多7-8年的时间，大概刚开始就1年，后来变成半年，然后到最后1个月
差不多十几天就发作一次，最严重的时间在去年六月到今年的五月，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你讲到什么话会触动到他，他就开始情绪失控，然后就开始会大叫攻击，连父母亲都会有点攻击的倾向，邻居都会去报警，那个警察调停了两三次这样。那我跟我先生就陷入到谷底，心里在想说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呢？请我不是也在参加拜佛念忏，我也不是参加这些东西来回向吗？怎么都好像都完全没有改善呢？然后是不是卡到阴？去年的六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借由一个很热心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介绍我去一个宫庙去问说这个孩子的状况。那后来那个宫庙的师姐，她其实我觉得她也蛮正派的啦，她也跟我讲了说，她说你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卡到音，是他这个地方有问题，是他的头脑有问题。那时候我真的整个都很挫败，我跟我先生两个就这样子回到家之后，我现在都不发一语，然后就坐在那边想说什么叫做头脑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此以后就每天哦，我现在都躲在阳台这样哭。男人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一蹶不振，然后睡觉的时候就蜷缩着身体，然后只要看到我儿子他就皱着眉头，然后不发一语这样。好，那时候我告诉我先生说，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我们一定要有正能量。可是我知道正能量啊，可我不知道正能量从哪里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正能量我可能就是要赶快来念经哦，我赶快来听就是师父的开示，然后增强我的正能量。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确实我的心情有被平复，可是那个负能量大到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就这个情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然后因为他惹了很多事情，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善后。那些事情都有关于金钱上面的问题，所以呢就我的钱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好，然后呢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现在不要再想他的问题了，我们要振作起来，我们自己的经济能力一定要振作起来，才能够再来想后续的问题，不能两边都空掉。后就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在做一个副业，所以我的阿姨就拿了这本超级生命密码给我，她跟我说她知道我的状况，她说这个可以改变你的状况。我说那这里面在讲什么？她说你就是要好好的做心法，然后做什么忏，第一个忏悔发愿，第二个感恩爱，第三个要用太阳心法。我说这个我都有做啊，只差这个太阳心法我没做。她说不一样的，你回去好好的看。那时候我没有看啊，我回去很忙，所以我没有当下，我没有马上看。隔了一个多月，那时候要参加老师的讲座，那我心里在想说，要参加老师的讲座，我一定要知道老师到底在讲什么嘛，那我就要把这个书拿来看。就拿看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说，哎，老师讲的都是宇宙的真相，天地的真理耶，都是对的。那这个心法是怎么做？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来做心法，不懂，所以就打电话问我的阿姨，然后也狂听老师的影音档，然后看遍老师的书。老师的书籍我现在就只剩下超级生活密码跟健康密码还没有看，其他的我都就是都看过，我就是狂听狂看，然后做心法。就在我做心法的第五天，我儿子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让我很惊艳。那个大的转变就是我儿子他快要躁郁起来的那个脾气，你知道那种要躁郁的前面都有一个前兆，我们都很有经验，所以呢当下我就赶快观想说，老师你给我力量，天地麻烦你给我力量。然后我就观想那个太阳的光照射我的儿子，十秒钟之后我儿子那个情绪就这样荡下来，然后呢转头过来很好气的问我说，妈妈那现在你要去送这个你的货，送货你的路线是怎么安排？我就很惊吓，我就说哎呦，我的儿子怎么会这样子的转变，这是第一次。月末几天之后，就大概我做心法的这几天之后，我跟我儿子讲了一句话，就是因为那一天早上我很忙，那我又怕我儿子要帮我送货，那我很怕他又
跑去睡觉，然后会有起床气，然后等一下又要躁起来，所以我就动作要很快的，赶快迎合他的时间。那在那个时候，我儿子自己主动跑来帮我装箱装袋，然后呢就跟我讲说：“妈妈，那我现在打扰我下去，你慢慢来。”然后就心里在想说：“哎呦，真好。”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因为爸爸也不在，妹妹也不在，真的幸好有你的帮忙，我真的非常感恩你。”你知道讲完这句话，我儿子大概愣了几秒钟，这样子看我，然后呢，就笑笑点点头，然后就到楼下去。然后他到楼下去之后呢，我自己想说奇怪，这句话是我讲的吗？真的，因为以前我会类似讲这样子的话，但我没有那么肺腑之言的说出来。就讲完了以后，从那句话开始，第二次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到现在。老师有讲，其实这种境界，因为是我做心法，是我在改变，对不对？那我的孩子有做心法吗？没有。那他的习性是不是依然还在？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通过了考试。什么样的考试？就是我儿子那一天他发作了。他跟谁发作？跟我的先生发作。我先生没有做心法，因为他还在观望。那天我很沉着的在要跟我儿子做沟通之前，我做了心法五分钟，然后我观想老师，观想太阳，给太阳公公给我力量。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我说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状况是什么，你跟爸爸为什么之间又有冲突，你怎么了？就我儿子呢，把所有极尽难听的话全部都在电话中里面啪啪啪一直骂出来。可是呢，当下我抽离了他的情绪，我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观想太阳的光照射他，他一边讲，我观想太阳的光照射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后来我说好，儿子没关系，慢慢来，你深呼吸，你慢慢来，状况我知道。那妈妈现在就把车子开回去给你，好、哦，哎，然后他就噼里啪啦说不是车子的问题啦，怎样？然后就把电话给挂断。好，接着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还算不错，我就有了智慧提升了，因为我抽离了他的情绪，所以我不会在他的那个负面情绪里面呢。我的负面情绪不会再加上他的负面情绪，变得更大的负面情绪，对不对？就会产生更大的负面能量。所以呢，以往他的负面能量、负面情绪大概都要发作个半天，那就那天他大概这么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那我抽离他的情绪，因为他当下在发生气的时候呢，我心里在想说，这个孩子的灵很可怜，那他需要更多的爱，所以我觉得当下我回去要给他更多的爱。那天其实我很确信的是，我通过这样的考试，我觉得我的智慧往上更进了阶。我突然间想到老师讲了一句话：当障碍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有妥善的处理，好，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台阶，让你步上那个台阶之后，越向更多的高峰。这句话我把它背下来，我很感动。好，然后再来，那天我参加11月4号的分享会的志工。就是发书的志工，那天其实我人很不舒服，我感冒。那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头是整个晕眩的。那我儿子知道又想吐，那我的儿子呢，他知道我身体不舒服，他竟然很贴心的哦，泡了一杯那个福茂热饮来给我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以前都不可能做的，以前只会我们要跟他靠近，他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好，我知道你想说，好，你出去，你出去。以前的对我们的态度是这样，他现在竟然会泡来给我喝，他说：“妈妈，你赶快喝，这个可以对你的感冒有帮助。”你知道吗？我喝下那杯福茂热饮之后呢，我狂哭，我哭了半个多小时，我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真的好了，是不是因为哭的关系，头痛就好了？然后呢，我叫我儿子过来，我说：“儿子，你过来，妈妈抱你。”我很用力的抱他，我真的很感恩，我感恩老师让我遇到超级生命密码，让我增长我的智慧。就像老师讲的这句话，老师教导我们，老师用背解惑我们，所以让我增长我的智慧。感恩大家。哇，你们好感动，有好感恩秋贤，谢谢你，他这
真的是老师说的，女人在家里的小太阳。她真的哎，当事情遇上的时候，她没有时间退缩，她没有时间去多想，就是努力的在找方法。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呢，我对她的一句话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生不如死啊。曾经他是这么样的，找答案的时候是用那么急切的表达出来，那肯定他是非常的大的压力之下才会有这么样的一句话丢出来。当他找到我们的志工的时候，透过电话的时候，他表达的是我现在是生不如死。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过去的他是生不如死，现在的他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请韵如。老师好，还有全球超马的那个朋友们大家，还有现场的贵宾大家好，我叫做陈韵如，我是在大概八月。应该在十几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的就是在这个之前，我的心都非常的不稳定，那每天都心慌慌，因为就是工作家庭其实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刚刚跟那个就是刚刚前面那个分享者一样，其实以前我也是在道场修行，该拜忏的该怎么样的我其实都有去试过，但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心灵没办法平静，也因为家里有一些状况，工作也跟着出问题。那一直到八月十号，其实那时候我是去看心理医生。那我在石牌捷运站，我拿到了《千年之约》。那一看到这本书，它上面分享者的分享，我就非常的迫不及待的，就要赶快去买《超级生命密码》。那不晓得是因为天地他就是有听到我在呐喊，所以其实我在星期五拿到这本千年之约之后，那我在那个礼拜天马上就去诚品书局，也没有预约，全部就走进去说我要买这本超级生命密码。他说小姐只剩下一本，我说好，马上就给他买了。买了之后呢，又马上立刻上网，还有就是看老师的一些心法。其实那时候我大概就是花了两天时间把所有的书看完，自己有做心法，有一点感觉，觉得还是不够，马上要打电话去找志工，上面的电话号码我每一个都拨，结果呢终于接到婉丽的电话，婉丽一直邀约我说好，我一定会来读书会。因为我就是每天心慌意乱，都要去看心理医生了，那当然也睡不好。那自从我拿了这本超码之后，我就把它放在枕头下睡。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心就是真的有渐渐的，就是说有比较好睡。那我先来分享一下，说我在上班的状况。我在公司的人缘啊，真的是超差的。十个人的公司，你看有大概一半的人都非常讨厌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连新来的采购啊，看到我啊，跟我讲话，谁都不骂，就是骂我一个人，就是看到我就骂我。然后还有我跟同事的沟通也很不顺畅，那自然我的工作效率就更差，更倒霉的是还有年轻的比我晚进公司的同事，他突然变成我的顶头上司。那变成顶头上司，他一上任他就开始写了邮件给我，而且还给我就算了，还给相关的人员，大意是说，我大概跟大家讲，他说你做业务最基本的认知是要替公司赚的钱，至少要能负担起自己的薪水，如果你负担不起，你就是至少不要造成团队及公司的困扰。如果你只是一个传声筒的话，我想很多拥有两年左右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都可以胜任你的工作。当下的我接到这个邮件的时候，他还不是只有给我，还给相关人等，那不是几乎全公司都知道了吗？那你觉得我当时我真的很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我从来没有说工作到这个样子，然后而且还是年轻的人来跟我讲，
那其实当下的我其实有点挫败，但是因为我有了超级生命力嘛，我有常常听老师的音导，还有那个就是有来上课上导读，老师有说过说我们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都是要来借势练心才能提升自己的灵命。其实刚开始就是心情非常的低落，可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有一天我在做忏悔心法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自己在工作上有一些缺失，还有一些应该是说自己以前就是工作太顺利，就是非常的骄傲，看不起别人，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导致自己的工作效率不好，今天才会导致这个果，可是我就要自己去承担这个果。想通了之后，我后来去公司我也不再在意那些人的眼光，而且最近啊骂我的那个新来的采购，他突然也改变了他的作风，看到我还会跟我打招呼。以前是我跟他打招呼他连理都不理，可是他居然会跟我打招呼，而且还会关心的问我说哎，就是稍微聊一下天，那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惊喜，就是说那个是发生在八月份那一天，我刚好要去旅行，那我就想说请假好了，请个四天，我跟小朋友跟家里要去旅行。结果我请假了一二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那一天我们公司是因为冷气停电，但那天非常的热，就是夏天嘛。结果同事我回来的时候，同事还跟我说你怎么这么会选时间啊，我们啊一二三都停电了，你居然还可以去度假，我们在这边都快热得要死。所以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我也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奇迹。然后我再讲一下说我先生，因为我先生他因为那个身体状况的问题，本来他说他辞职，那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进来了超嘛，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怎么办。后来呢我就一直劝他说你留职停薪好，可是他一直跟我说不行，我就是一定要辞职，意志很坚定，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给他睡超嘛，那他只是睡这本超嘛，偶尔拿起来翻一翻，就这样子而已。那隔天就跑去跟公司讲说我要辞职，因为他们的公司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势力，反正你年纪那么大了，那我恨不得你走的时候我请一个年轻人来代替你的工作。因为我先生是在日商公司，那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日本人，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喜欢去吃喝玩乐，偏偏我先生就是不是这种类型，所以大家呢他们同组的人每天都是在跟长官吃喝玩乐，就只有我先生每天都埋头苦干，所以全部的事情都在我先生身上，我先生当然苦不堪言。那我就想说哎呀那你这么不讨喜，你想必公司会把他辞掉这样。哎，结果奇迹真的是出现，他居然跟我说我日本长官去跟总经理讲，哎，他说他们未留我下来，然后还说我可以请那个留职停薪，可以请一年或到三年。那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请问一下留职停薪不是都是像我们这种妈妈级，就是因为要请育婴假吗？他说对呀，只有他是一个特例，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的问题，公司愿意让他留职停薪一到三年。惊喜的还没有结束哦，然后我就说哦，那这样也不错啦，你要留职停薪，反正你好歹我们还有个工作。他们的公司啊，居然为了他，把他所有可以请的假都帮他一一计算出来，因为他工作十年，所以他的有薪假期是多少，马上就全部计算出来，还有病假、可以请的假，全部都帮他算到十一月，大概是十几号左右，而且还告诉他说：“哎，你这样子的话，我帮你请到十一月中，你还可以有个什么劳健保啊，哦，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再来谈。”那各位，你们觉得结束了吗？也没有哦，还没有结束哦。一直到上个礼拜，公司又特地打电话来说，我们为了你呢，公司呢又把公司的规定把它改了，三十天的病假改成六十天的病假。
我就说啊，我是不是耳朵听错？没有，你没有听错，就是改成六十天。那你现在可以修到什么？我现在应该可以修到十一月、十二月，大概可以修到一月多吧。我心里想说，啊，怎么会这样？他才只有睡个超马，他就是他的威力就这么大，而且他连心法都没做。那后来我在回想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弟子规》有讲，我们那个什么是最重要？百善孝为先。因为在我公公婆婆生前的时候，我的先生是非常孝顺，而且就是说，几乎《弟子规》上面讲的，我看他都有做到，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说，太阳圣的导师，还有感恩就是说所有志工，那我真的是因为进来超马，让我的心情更就是会比较稳定。让我更笃定说修行的路上是应该如何走，真的很感恩，就是说天地他拣选了我来当一个种子，那来传播这个超级生命密码，因为他让我了解说，其实就是说，只要我们相信这是天地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份礼物，那我相信说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中得到我们所要的各项的圆满，就像各个的分享者说的，在健康或者是说在家庭方面，其实都是会的。所以我希望说，在场的那个贵宾们啊，你们啊，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因为能够进到会场，而且能够拿起这本书，能够认真的把它读下去来做心法，是很有福气的人。所以我非常感恩大家，谢谢，这是我的分享。感恩玉如的分享。那接下来我要邀请的是我们东村大哥呢，他是来自中立，他呢因为过去年轻的时候贪嘴了一下，结果呢他一个很严重的眼疾就这样子跟着他一辈子，哎，几十年，一直到他碰上了超级生命密码，一直到他碰上了太阳圣的导师教给他一个简单的方法，他的眼疾已经改善了。所以我们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太阳圣的导师好，我们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 好，我们今天我们教室的新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我叫登春，我住中立，非常高兴我在去年的十月底，也是因为一位小姐她拿了千年之约，然后问我说，大哥你有在看书吗？我说有好书我就会看啊，所以我就接过这本书以后，回去稍微看了一下以后，还没有看完，他看三分之一，我就一直在想这本书里面的那个很多问题，通通都在讲我，所以我在想说这本书对我应当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就直接从手机里面就打 Google 里面就把它就打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然后连接到我们中心这边来。那时候的志工是春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想要这本书很简单，星期四我们这边有分享会，你就过来，我们就会跟你结缘一本。哇，听到有够爽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哈，就是那天晚上也不太也兴奋到都没有什么睡觉哈。那第二天就星期四了，我就过来到我们那个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结果在分享会里面拿到这本书，然后也听很多很多的这些志工、这些超马家人来分享，啊，分享他们的过去。每一个人分享的都有他们的困难、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每一个人我听起来都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本书然后改变了，真心真意的来这边来修行，哦，那我就拿了这本书以后回去，我看了三天才把它看完。三天看完以后，我就接着就是参加晚历讲师的读书会，
哦，开始就参加读书会，然后每个礼拜我就带人到这边来听分享会，每一次最起码两个三个就是一直带一个月，哦，所以那时候这样就带人来以后，然后就参加读书会以后，自己就稍微有一点成长，然后对这本书的了解就更了解，所以原来我的个性就是在家里就是大男人主义，哦，以前哦，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命令式的，自己就是大男人主义，自以为是啊，大家都要听我的，所以整个家庭里面就是绷得很紧很紧，小孩子也不敢跟我讲话，老婆也看到我就赶快去上去楼上了，所以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哈，那个性不好的人脾气不好，然后那个人际关系也应当不好，很多男人都是这种问题。我想今天的男人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问题，没有，因为很多男人的问题就是啊，对外面的朋友都非常客气。做什么事情都很阿扎，非常好商量，但是对家里自己家里的人就是非常的吝啬，非常的小气，非常的会秋毛垂屁求屁呀，哈，听不摸着对吧，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哟，那我的外面在外面就很高兴，但是在回到家里就大家就看到我像看到鬼一样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做事业各方面也不是很好，很那个哈，哦。那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以后，真的，然后上读书会以后，我就很快很快的把所有的坏习惯，把所有的那个不好的那个行为全部把它改掉，到现在没有生过气，哈，好不好？很多人在讲哦，个性啊，迁到江西还是牛啊，人家就讲哦，他刚飞嘛是牛啊，哦，但是哦，北京啦，他北京啦，哦，嘛是牛啊，哦，但是我以前哦，常常也一样啊，也是到那个很多宗教的地方，这种我又很好讲话，人家找我去哪里，我说好，潘水啊，就奔在旁边。基督教也去，天主教也去，哪里也那通通都去啊，最主要就是要改个性嘛，很多人都要叫我们改个性嘛，但是里面讲的好好好好，我要改，出来外面看到我都拜他给你八点的立功，那个点马上又封起来了，里面讲的做一套，外面又做一套，这样没有办法那个。但是我看这本书以后，我真正的一遍两遍三遍这样看了以后，我不敢生气啊。现在我在外面哦，以前呢，啊，哈，以前就要开始碰风了，做事业哈，哦，当下也开始碰风了，不碰风不讲好，人来跟你走，对吧？就是以前的行为都会这样，但是来到超马，看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以后，你要真心，真的要真心，不能骗人。人家说修行人啊，要老老实实，要实实在在，要很善良，哦。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有一次就是老师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富有的时候，你要富有，你就是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对啊，哎，阿弟，你那个你只要骗人家或是讲话不实在的地方，或是跟人家斤斤计较哈，就得失感就漏了。所以哈，还好就是有融入这个《弟子规》啊。所以我们老师也一直要我们要每天要落实弟子规，弟子规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叫你要孝道嘛，要做人处事的道理嘛。所以以前我们就不懂啊，这个也没有做好，那个也没有做好，现在天天把它听一集以后，全部把你的坏习惯把它写下来，虾能混虾没完。所以我的坏习惯有多少，真的真的听到弟子规以后，真的我们天天在忏悔，今天有这个福气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珍惜，哦，超级生命密码是一本真的是葵花宝典，你要真的要很珍惜这本书，这本书可以改变你自己，可以改变你的家庭，可以改变你周边的所有的朋友，甚至可以影响到社会国家整个地球。所以这本书，哦，所以我是很尊敬的在恭敬这本书，每天我都一定要看，只要有空三那个十分钟
半个钟头都好，每天你要看，你要天天在把它持修持念，然后每天一定要做心法，做心法可以增加能量，你要不要？要。那么好的心法，你天天做，你的能量就会越强。你说我现在有没有量？有。去到哪里，南龙宫脱离宫来啊？以前哦，以前我的那个面相哦，是真的是去到对哦。哦，安尼美珠刚才看你一百万的，但是现在去到哪里哦，我只要躲在菜市场的摊子上，我只要过去一下子，哦，人客都一直来啊，老板拉着我不走，叫我说你走，你有哪一家，我送十岁给你，这个就是真心嘛。我想说，来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后，碰到那么好的修行的这一条路哈。真的要好好珍惜，我就是每天早上做心法，每天晚上做心法，而且还要就是养成秒秒感恩呐、啊，物物有情呐、啊，所有的东西你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把所有家里面你看得到的，通通把它感恩一遍，感恩好以后，感恩你的五脏六腑，让他们来就困啊，来困啊，好不好？你睡觉三分钟，一二三就睡着了，哦。那第二天呢？第二天眼睛一张开，感恩宇宙哦，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又开始感恩啊！来到这边真的非常的喜悦，每天就是很高兴，很高兴哦。所以那个人生啊，哦，有三业啊，第一业就是学业嘛。你生出来以后开始要学习，这个过程中，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社会大学嘛，你都要学习嘛。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你一定要拼事业啊，拼事业你要认真做嘛，哦，认真做，做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又要退休了。那退休下来，再来一个就是第三业就是修业嘛。修业哈，哦，有两种，修业哈，哦，就是说有的人说啊，我退休了啦，我三下晚都不爱管啦，我规天就来佚佗啦。我都我来顾孙啦，顾身体啦，这是很多人是这种想法。但是有智慧的人，他要拼志业啊。人生到走到这一段路来以后，你要好好的来修行，来利益众生，来帮助更多的人，来改变他的灵，提升他的灵命，来改变他全家的那个命运，哦，改变整个让这个整个社会来更平安、更和谐。让这个地球天灾地变越来越少，这样是不是你功德无量？是。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有机会，今天晚上听到的，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好。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要邀请一下子荣。子荣他应该是说他一出生以来就一直在寻觅，找寻一个圆满的究竟。几十年来了，终于在超级生命密码找到了他的究竟。我们来听他分享怎么样？好，请热烈的掌声欢迎子荣。谢谢。感恩宇宙，感恩天地，导师好，各位超级生命密码的家人大家好。好。我姓傅，叫子荣。傅子荣，我接触超级生命密码将近一年的时间，我是没有人介绍，我是在一个餐馆看到这本书的。那于是我在等餐的过程中，我就把千年之约翻来看，然后就一页一页翻，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是我要的。那后来我就跟老板娘说，我说老板娘，我看不完，可不可以让我，可不可以借我带回家？然后说没关系，你尽管带回去，因为那是人家结缘的。那于是我就迫不及待拿回家看，然后看了我就马上哎，觉得怎么好多人都讲有一本另外一本书叫《超级生命密码》这本工具书，我就马上去网络上去订购。那接着我又知道说啊，原来还有一个课程叫说真的在乎你，好，这个讲座，我也赶快去报名，因为我真的太想要改变，生命中发生太多事情的太多，很多意外让我刚开始都会觉得说哦，可能是业障现前，好吧，就这样子承受。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啊，我也做过很多忏悔，我布施，我反正我该做的我都有做，甚至他们也有注音书我都有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小事不断，就是很不顺心的事情一直发生。包括我买房子在一个月内会遭两次小偷，然后车子会不见或者出车祸，然后那个都不是我在使用的，虽然他让我赚到钱，我做生意我是卖服饰的，我做赚到钱，可是呢他同样会让我流失，我买这台车 也被偷，然后换个车也是被偷，就是只是偷的东西多少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再继续再碰到超马，超马我在练心法的过程，我觉得我还在练几天，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这个胸口这里的东西慢慢开了，因为我是十一月接触嘛，我真的是因为又四个月，就是四月份的护友班我才又回来的，所以我其实我已经忘记说忏悔啊什么那些，我只记得我在练心法的时候，刚开始我只照老师课堂上的方式在做，然后也很巧妙的是我不知道坐上几天，突然有三个号码数字跑过来，我当下知道是三星彩，对，然后真的有中，我想那是天地要给我的。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在超马之后，我在做心法的时候，那个声音跳出来跟我说，你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都是我干扰你的，都是我迫害你的，声音也是，所有的都是。我后来知道，其实那个是我在民国七十五年我种下的因，那个因生未生的孩子，因为我的一念，我把它拿掉。他还没形成的时候，其实当时以为说，反正很早，他一个月时间，我发现的时候我就把它拿掉，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伤害。结果其实他还是伤害，影响着我的未来的一生。我上个月看到，就是一个中华护生协会记载说，2015年12月31号，护生就是说那个他们讲英灵的牌位，已经有1540多万人登记。我心里想说，哇，那我们这些没有登记的人，表示这种事情充斥在这宇宙中太多了。其实我今天分享就是说，我这那么多年，这个孩子他承受的苦，其实我在做心法的时候，我就一一向他忏悔。我当时只要做心法，我就痛哭流涕，是灵魂在哭，我都知道。只要连接到天地宇宙，我的心就我就开始流眼泪，反正就是悲从中来。我一直跟这个孩子沟通，我也觉得说他慢慢真的有释放，他愿意原谅我，然后我经过忏悔发愿，我后来真的你会觉得你的境是一直在转的。我进超马之后我才想到，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修行或什么之类的，你想要追求的东西，唯有你把你的那些挡在你前面的一些障碍你要把它拿掉。老师也有讲说，修行之前就先要把因果把它摆平，对，如果你不摆平的话，你的生活的境得不到改善。那我在这里真的我很感恩宇宙负能量，他愿意放下一切的恩怨，与我一起扶持并传扬宇宙爱与感恩的真理，然后把这些传播到世界各个有缘角落里。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我现在的境越来越好。我去年投资的从几百块的美金到现在2000多块，上个月是3000多块美金的收入。对，这是我以前要怎么样去找投资都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现在真的他经过这样子超马的心法步骤1、2、3，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我不再是别人好像的操盘，对人家的棋子这样子，我做回真正的自己。
像我的情况其实是真的很严重的，我都可以在超马这么短的时间得到改善。我相信全球的人，只要你愿意的话，超马真的可以扭转你生活所有的境。那我今天是鼓起十足勇气，深藏在我心中秘密讲出来，感谢大家聆听，谢谢。谢谢子荣，子荣也是第一次上来跟大家分享啊。你看他一路走来，真的好辛苦哦，所以我们真的好感恩有超级生命密码，因为超级生命密码让我们修行变得简单，然后真的就是一个救济。只要你愿意，一定有答案。而且呢，你看他现在生活境改善了。他的金钱观是不是也改善了？是是，你看不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得到改善。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有缘拿到这本书，这本书真的是要有缘分然后有福气的人才抱得动他。真的有很多人哪怕是给他的时候，可能是他的时机还没成熟，他可能也会错过。那今天我们都是有缘人，把这本书捧在手上了。老师常常说的一句话，我说的不算数，老师都常常说你不用听我怎么说，你要自己去实修实练，去做实验，哎，让自己的境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这本超级生命密码把它读进去。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读书会，我们每天都有读书会，您可以选择您适合的时间。还有我们全球各地都有读书会哦，只要您想要参与读书会的话，都可以打电话，书上有询问的电话，你可以打那个电话来询问。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会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